画一下，对方在跟你亲密一样。哼。三二一。小偷。我真的想要打死他。把你脸画大了，我还要给你画小一点吗？姐，有橡皮擦擦吗？没有。什么？可以画反面吗？但没有这个贴贴。怎么可以 P？ 我怎么有点不祥的预感呢？相信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帮我画黄斑儿。你问马姐姐，没事，我智商可以。范冰冰，因为范范冰冰呢。范丞丞，姐，你这梗不行啊。那有什么梗？姐，你今天有点奇怪。怪漂亮吗？给我看一下你的脸好吗，大哥？你能给我张范丞丞照片摆在这儿吗？这个样子还没有被摆在脑海里吗？范丞丞样子太多变了，他可以胖二十斤，也可以瘦回来。我现在脑海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你就画胖二十斤就可以，再长一辈子就会。那还需要画吗？哥，我求你了，你能给我张照片吗？我真的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我想打他。没有没有，我也不胖。有没有刀？我刀吗？这有个钉子，你要不要？不是我胖啊，是他们太瘦啊，他们都是那种易瘦体质，就不喝凉水都瘦的那种。谁加什么？我120不到吧，可能120左右。全哲是最胖。可能是一个樱花树。那不是菜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再纠正我一次，试试。好，我错了。晨晨，晨晨会吗？晨晨好像会一点点吧。乱讲，他是海边长大的。你有没有点文化，哥？你是山东长大的，你在青岛长大。两千零六十六那天，我在青岛出生。你只是在那出生的吗？没有，是在六十六来家里出生。哼，这真是个好问题。我可以选择一个都不救吗？我可以赶紧游走，然后去找一个救生员过来，把他们都救起来。那不能怪我，我已经努力了。画的好像外星人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了，这样子。哥真没有橡皮擦吗？那怎么办啊？用手擦吧。擦不掉哎。你还能再买一点吗？哎，这画的还行哎。相似度100%，你不觉得越看越像吗？你看它像是浅蓝色。你是不是色盲了？我得带你去治治。是我画的更好一点，像不像？是不是我画的更像一点？往这看，往这看，往这看，像不像哥哥？你看，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，像不像？你看，就这个嘴唇像不像？对吧？我还故意画的厚一点。我的脸这么尖，他为什么把我画方了？是 Q 版的吗？为什么把我画方了？我脸这么尖，很像。头发挺像。啊，我觉得其实可以带我们出去搞一些，就是去一些游乐园啊之类的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出去玩一玩，老把我们憋在这里。还摸猪，就是带我们去农场玩，应该是带我们去吃，对不对？带我们去，对，带我们去种菜，带我们去拔菜。
带我们去吃炒菜。生动形象啊，有个跟你那个动图有没有很像？再见。偶像圆拌饭，周周有新番。哇。